而身愿神力此来。高云，老臣在。白青有何建议？高阳王公正无私，明达四方，臣举荐高阳王审理此案。臣愿审理此案，臣必当公正无私，不让陛下失望。在围场谋害你的人，就是你的皇叔东平王。你并不意外，可见你早已知情。我和母妃也有所怀疑，只是不能肯定。你母妃并非藏得住话的人，她未告诉我，定是因为你的劝阻。早知道皇叔会做那么多错事，当初我就应该跟皇爷爷说说我的疑虑，是我的退让，姑息了他。朕纵横天下。